强哥，啊，你这菜切的有点慢啊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慢工出细活，知道吗？那切的快，切了我手指头怎么办啊？我说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你要行，你来。我来就我来。嘿，小兔崽子，你真来啊？这是你干的活吗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真凶啊你！冬梅，你带他们赶快先进去屋等等等着。怎么办？不去。我这次说要走，也是我带他们两个走。走吧，回屋。差不多够了吧？怎么吵啊？伺候一个不够，这还得伺候俩。你知道彭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这不是受委屈是啥呀？医生跟我说了，说这彭老太太心脏病严重着呢。说呀，她这病殃殃的样子，哼，能不能醒过来还是一回事呢。她还吹牛说大话。阿姨，话不能这么说吧？怎么了？我怎么说了？那要不是夏一楠那么任性，非要换什么干净红衣服，我哥也不会出事儿，是吧？穿红衣服怎么了？结婚穿红衣服不很正常吗？啊，孩子，你不了解情况。我跟你说呀，追求我家一楠的人多的是，排着队，那条件个顶个的好。这死丫头没办法，现在是鬼迷心窍，要不然怎么可能嫁给彭光明啊？是吧？那是怎么的？现在都结婚了，穿件红衣服都成罪过了。那得分什么时候吧？是不是？你说快开席了就换，你这不难为人吗？那你生什么气呀？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说的也是事实啊。你根本是说的不是事实。行了行了，妈，铁军，这里是病房，还有病人呢。